这个环境，这个山区线还是不错。哎，那边更好，那边的还好。放任的快就好了。放任快就行了。找不到放任的快，把嘴巴就堵住哈，不用讲了。还是。我们家我经常说对不起，我谢谢，但是我经常主动邀请的还是没送。这是他这个石头崎岖不平，所以锻炼人。对，他还编译什么蚩尤是我。对，我这你那个上次告诉我们叫什么什么婚呢、啊？我忘掉了啊，叫什么来着？以前听了。反正苗族出家族的那编译故事，什么蚩尤又跑到那儿去了，又还。那我们那个小镇又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，我说你们年轻的，你们那个小镇人民文明发源地，他们乱吹一气的，不是我都不好意思啊。你在那么有龙脉的地方过来的，到底是哪一个皇帝？修高架桥啊，修你搞个20公里的这个走路道，完了绝对平坦，但这是还高架桥呢。要花多少钱一下？他们现在有钱造的。他们那个县城里。哦，现在高架桥啊，高架桥人行道给你搞出来。不是这个银行要让他高价是很高的，不是他银行也是国家的，他无所谓，他可以 write off。 那花了花多少钱？最后不行了就算了，大家都谁都不该谁。最后到现在为止还在这个循环里面。是农民工没拿到，没到拿到工资了就算了。他搞基建，这个基建算 GDP 嘛？国民你看我们的县城，我不跟你说。真差。黑人叫进来，你这样一看多少树啊哈？全是绿树。对呀、啊。这森林保护出来的。我们是走那个摩的。他在摩卡木的。他在周上。他不挡这边就行，没那么复杂，我这打开这个紧急灯就是。
好久的呀？300年前吃的啊？300年。当时在从路上机上，从电脑上抠个照片下来就好了。